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相心清迷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宝音师、净传师、本贤师、各位女士、各位莲友，大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啊，这想想也是应该讲一应较圆满啊。多善根福德因缘哦，啊，充满着一切众生的信心哦，啊。讲两言啊，感觉无讲足圆满啊！啊，你加讲一摆，加讲一言，因为这真重要啊！恁听了才知讲，这念佛确实啦，啊，是一个多善根福德因缘，才袂怕怕走，念地未来啊，大消灾，念地未来大啊败惨，念地未来在创伤啊，一个阿弥勒卡卡撞。啊，咱咧善根福德因缘啊，发菩提心叫做善根啊，一切造行啊，只能叫做缘啊，可以讲世界遇到三点精进智慧，只能叫做缘啊，这顶啊，拢甲咱大家讲遮哦。咱即摆讲善根福德因缘，咱再个去进一步来探讨啊。这善根福德因缘呐，实在讲，拢是这念佛头底啊，拢是念佛头底哦，大家爱知哦。因为佛啊，什么叫佛？一切修个圆满叫做佛。佢讲六道万行，是我圆满即系幸福咯。你六道万行啊，无圆满就是菩萨咯，啊，唔是两足尊咯。所以今日你已经幸福啦，伊就是六道万行拢圆满。用即个圆圆满满的骨架啊，啊，咱凡夫哪样也要改念。咱就是得到伊一切圆满的功德力的咧，哈、啊，得到伊一切圆满的功德力。可讲咱叫咱啊布施，这布施啊，唔是咧简单，嘛唔是讲用足济钱来布施，就是最大的布施。有时候就用辛苦的布施，用法的布施，一切善啊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所以讲呢，唔是真容易做，乞丐这概率啊，真正八万四千的四分啊，无咧简单乞。所以叫人乞个干净啊，是讲嘛唔是真容易。啊，饮肉啊，迄叫是肉啊，料料啊，气噗噗咯啊，精进禅定智慧，拢唔是简单啦，这是一靠要生死啊，禅定啊，真困难的代志。所以南无佛慈悲，甲咱修遍遍修修的拢好难，实在讲的。咱今生讲要了生死啊，迄拢个讲个尔啦，谈何容易啊！
所以真正的念佛啊，就是多善根福德缘啊。所以用这个完完完完佛的经济做咱因地修行的因，即摆将这个完完的经济点到咱这个心田，因为咱这个心田就是缘。咱这心田就是缘哦，啊，照着这个缘，照着咱家念这念佛这个缘，安尼佛祖伊就发到度咱。你唔免另外讲你冲东冲西，拢唔免，因为阿弥陀拢冲过啊，拢冲到圆满啊，啊，所以咱一生呢，你就得欢喜个念阿弥陀，出那个随缘就好。免刻意，啊！所以伫遮呢，甲他甲咱讲拢无共哦，拢无共哦，恁大家听好。咱遮的经济即粒土豆，即粒土豆，即土豆点到土里，即土是缘。即想呢，不是要用即土豆来讲这代志呢？咱有时啊，干来要想要食土豆呢？其实这豆科食物啊，甲其他的农作物无同款哦。其他的农作物啊，可以讲咱水稻，咱一粒切啊，一粒切啊，你也变作黄啊了后，点做残落了，你要真充足的水分，要放偌济水来阴残，要也肥料。爱收草啊！一切上一定要做个真好势。这个黄啊，伊后摆才会开花结籽。我看咱连下隔壁家这棵田，这棵田啊，起码做田拢了尽啊。所以呢，伊头一当照起工作，照起工作就是讲叫人来犁田啊，叫人起码人用个播秧机啊。安尼播播了，啊嘛叫人除草嘛，叫人也肥料嘛，叫人施农药。安尼第一单又收，收起来可能了钱。伊第二单伊就无爱啊，挂挂的，像我那买种禾遐禾遐苗啊，从爱家己发，啊家己生，啊才过来挂。啊，伊第二伊过去单啊，伊就买为了播买地产，买当买晒。啊！但是安尼钓啊，就修无成啊啦！啊，迄修成都差真济去啊！啊，因为那这稻科食物呢，啊，这稻科食物啦，无共款。恁唔到那个留心啊，无啦！恁老在留心啊，啊！有咧注意啊，咱就会知。种青皮啊豆、荷莲豆、土豆，反正豆科食物，啊，这豆科食物啊，你甲种咧吼，免啥管理。阿免甲下肥料，伊自然就足水。啊，爱耐干，爱耐热。伊恁若捌伫大田种个，知影荷莲豆，拢寒天才咧种。别项农作物呐，较早拢会落霜真寒。别项农作物咯，像迄旱枝叶啊，寒甲拢打起哦。啊，愈寒荷莲豆愈水，你唔知捌甲咋人嘛？啊！一切稻禾食物啦，种落啊，伊拢真水，免甲下肥料。是安怎谈呢？伊只稻禾食物啦，伊个根为根瘤菌，伊个根瘤菌啊，会固定空气中的氮素，伊就唔免下肥料，所以生长得真快。咱只阿弥陀名号就干呢，受想啊！你念阿弥陀佛啦，一切功德都圆满，唔免过你去
个你个修起修起啦，个你修东修西啊，未富啊啦，阿爸无在条修啦，啊，因为这粒佛号就是国家啊，一切修个成就即系成佛啦，所以一切成就圆满的佛果，只要你解攀一缘。你改念都是入佛的缘，入阿弥，你念阿弥陀，入阿弥陀佛的缘。咱众生都会去佛道去，佛变那道咱，你爱改攀缘，无缘不能道，啊！所以咱啊，一定爱念佛啊，将这个圆满的佛号落在咱八识当中。落在咱这殿、八识殿中、心殿啊、因地，安尼呢，伊一切条件都具足，唔免讲像咱只农作物都搁灌溉，都搁施肥，啊，都搁收草。意思啊，唔免得搁你去啊，搁修忍辱行，搁禅定，搁智慧，搁精进，唔免遐就对啦，啊。所以啊，牛一大师啊，伊安尼讲哦，伊讲咱真正念佛的人，就是六道万行皆修，啊，我放下了遐。伊讲咱啊，真正念佛的时阵啊，会放下心心世界，啊，这就是大布施。咱真正念阿弥陀佛啦，是不是个咱就放下啊？咦，当你念阿弥陀的时候，你心心世界你拢无了了去啊！啊，所以咱念阿弥陀佛啦，念久了你袂跟人计较，啥人袂跟人计较？伊咱都要去阿弥陀遐，袂去跟人计较啥货？咱念佛的人是极乐世界的人啊呢？唔是娑婆世界啦，所以你也知讲，咱是极乐世界的人啊，你都未甲娑婆世界的人去计较啊。我即回去迄高雄哦，还去屏东哦，啊，摕一块欢喜菩萨的话听啊，伊讲一个欢喜菩萨啦，讲人一块，伊讲啊，伊一块禅哦。啊！伊即块田啊，人要甲开路，啊，要开路，就叫迄委员去甲伊讲。去甲伊讲的时阵啊，伊讲哦，我乃真好报啊！哎呦，我这田乃互恁开条路乃真好啊！啊，这是我的福报啊！人别人开袂到，我互恁开到，这是我的福啊！我这。这地开到路给大家行，啊，这就是福真大，我足欢喜的。哈，啊，拜托恁哦，甲开个大条，互较济人，互车较好受闪。啊，足济人开到路，拢嘛有要抗议，唔忙过啊。你看路真大条，行行怎啊缩歪来有哦？遐厝忙听，人家菩萨伊未哦，啊，伊足欢喜的。即摆甲要开路遐呢哦。一隔壁地哦，隔壁地迄个老伙仔哦，迄老伙仔，伊甲伊偏真济土地，甲这个欢喜菩萨偏足济土地，啊，啊只偏足济土地啊，伊即摆来砍啊，砍那个地啊，偏人个土地啊，行人啊，啊，呀，伊只欢喜菩萨就甲问。问这个老伙仔啊，我讲阿伯啊，啊你敢超过这土地，这那坎坎的吼，啊你有欢喜要行愿无？我当然无欢喜咯，啊，讲伊当然无欢喜呗，我当然无欢喜行愿咯，啊，这土地我占去要行人，迄当然伊嘛无欢喜啊。伊讲吼，你无欢喜就无欢喜，就无欢喜，无紧啦，啊。用筷子干来给他看，干来，伊讲这看那顶个起啦，顶个盖子呀。用筷子人干来给他顶盖子哦，
顶街之内，我甲拍甲回，拍白都涂骹落哦。讲咩？拍甲拍甲回，甲涂骹烧黏啦。啊咧，拍甲回都涂骹烧黏。吼，足济人拢伫遐听啊，因为要来看，足济人拢伫遐啊。啊，啊伫遐时阵啊，大家听甲不平哦。吼，济人太真哩霸掉。好道伊安尼，嗯，冤家相让哦，唔要拍要住哦。啊，这个菩萨是因装我来哦。伊讲你拢唔免让啊。阿伯啊，人这要开路，啊，原本会来砍戒指啊。啊，你回砍无要紧啦。啊，你吼，甲阮占这地吼，你卖行啦，唔免行。啊，防砍无要紧，啊，你唔免行，怎啊个你做？啊，啊，你这坐位啊，嘛甲我的老爸同款啊。啊，我足欢喜要你做，啊，啊，你爱欢喜哦，啊，和你做你爱欢喜，你莫受气哦，啊，就，啊，因先生，这个老，这个欢喜菩萨，因先生徛在边啊，去个地都甲因先生胸坎大大的哦，啊，我欢喜要阿伯做，啊，你有欢喜啊无？因先生，我嘛足欢喜的，哎，啊，这阿伯啊，底下拢看现现咯。你看，阮先生嘛，足欢喜了你做呢。啊，你还去阿伯先去先看大家的。阿伯，啊，你个欢喜哦。阮两阿婆拢欢喜了你做，啊，你个欢喜做哦，你莫受气哦。啊，就问来讲讲啊。哎，阿伯啊，啊，我咪来等啊。啊，你个欢喜哦，莫冤家哦。阮拢欢喜了你做，你个欢喜就好啊。啊，你个阮是大人同款啊。啊，阮拢欢喜你做啊。啊，两阿婆啊，啊，就行，行有一地啊，遐，就甲叫倒转来哦。无啥人，无啥人，甲叫哦。你翻头去看，看了转来，啊，看伊翻头倒转，目屎阿伯啊，目屎直直流哦。我第要用你啊啦，我第要用你啊啦，你看嘛，本来唔行哦，无大劲，那个顶盖子个人，你甲拍甲火，黏甲涂骹烧黏哦。哈哈，哎，所以咱这人啊，有两道福的吼，哎，唔免冤家。伊讲这欢喜菩萨讲，那无论啥物较大代志，那个伊啊，伊拢真欢喜，啊，佫真简单。哈哈哈，哈，伊个念佛啊，就欢喜，啊，佫简单。这困难的代志，佮伊佮遐拢真简单。啊，欢喜了人，哎，伊家己就歹势，哎伊。都行，伊安尼毋是足简单嘞，也免烧骨，也免当免晒，就足简单嘞吼。啊，所以咱啊念佛的人，咱啊知讲，咱就是极乐世界的人。自然而然嘞，你就袂甲伊计较。啊，所以咱真正念佛的人，会放下心心世界。啊，会放下心心世界。啊，禅能处体，咱放一下。啊，爱好你啊。啊，这就叫做大布施哦。啊，你一慷慨表，伊顶多唔敢爱哦，对不？啊，所以是讲只能阿弥陀的功德啊。精灵念佛啦，不去贪嗔痴哦，也就是痴感。咱真正念佛的人啊，你都未去起这贪嗔痴的心。贪这财色名食睡啦、受气啦、牛气啦，啊，安尼就是叫做痴戒。咱的犯戒，咱就这点心拢是去贪嗔痴，咱才会犯戒。啊，咱念佛呢，你念久来啊，你有信心，知影咱念佛，咱拄只讲过，绝对往生极乐世界。啊。这世间啊，你看那贪啊，无路用。哦，你贪得真济，开未了，开未了，唔过炸未起。要那开了就开了了，这世间真正无常呢。啊，真济人真好个，过几年啊，无半生，无半世。无钱的人会变真好个，真好个人会变拢无钱，啊，这个叫做无常。因为人会老，老人会死，啊，这个叫做无常。所以你知这款道理，你就未去贪，男贪女爱咯，贪贪金银财产咯，你自然而然你未去贪。啊，兄弟也好，
哈，朋友也好，你都袂去起贪心，哈，袂讲安尼为着财产哦，老爸死几啊年，还阁无食大，哈。假使讲咱啊，伊若假使讲迄个家庭内底会晓有人咧念佛，绝对袂生这款代志，啊。所以这念佛确实足殊胜的，啊。长哦，长啊，中道师无甲恁食饭，真侪人咧找师傅哦。食长斋啊，我十点我就去台北。啊，去营庄共加持呢，加持甲转来七点外，哎，拄我附近间。虽然坐自强号遐尼紧，嘛爱六七点钟，去过拄转来六七点钟啊。所以讲，伫车底停的时间真济。啊，前几个啊，迄、那个司机是因老爸啊加持。我讲，事后我无他甲你转呢。我讲，你乃无他甲我转呢？帮我家己一个转呀，啊！伊讲是啊，我啊，阮五兄弟啊，啊，啊，大家轮流过，啊，我一个呀，爱过三一礼拜七天，啊，我过三天，啊，剩的四天，阮遐兄弟啊，一人过一天，啊，我家己一个过三天，啊，干那我合分呀。所以呢，安尼吼，啊，大家拢足圆满嘞，啊，你要看嘛，啊，这是不是安尼？哎，兄弟嘛，莫计较哦。你呐，安尼，咱家讲就讲家食亏啦，其实啦，你家得福报，你敢知？会晓友好事多人，会晓过事多人，这福相多啊。啊，啊，你搞计较，搞计较，你过未掉啊，过未掉，你就无福报啊。啊，啥人是食亏，啥人是得着福，过较济人福得较济啦。啊，老爸老母一世人疼咱个袂孤单啊，搁有咱友好偌久啊，当时啊才破病，互咱顾得着啊，对无？咱较早破病是老爸老母在甲咱顾，只要咱大汉啊，老爸老母破病咱出边家顾。所以咱下回的人就是捌这款道理。哎，我甘愿，你啊，恁一人一讲好啦，剩的拢互我啦，啊，你看嘛。啊，所以真济代志啊，咱下回的人啊，就是会晓做模范咯，大家看。啊，咱大家虽然这小块代志哦，无事爱讲哦，一定爱讲。咱就是小小的代志做起，后摆咱才发到大事下，才发到做大代志啊。啊，一小块代志都要甲人计较较真，你大代志头才才做呢。啊！人讲你无才，你咧学佛，安尼佛祖拢去用批信着呢，去用诽谤着呢，无才你咧学佛啦！啊，所以呢，咱学佛人一定啊，思想咯，一切咯，一定啊超越世俗的人啊，尤其是咱念佛的人哦，啊，所以呢。真正念佛啦，咱就袂只哩去贪嗔痴，冤家受怕嘛，同款受气。咱那个见个拢会受气，啊！啊，你不是欢欢喜喜，嘴笑眯眯，你古来你都袂受气，有这忍辱。我来见去屏东看守所，解个犯人打佛七，伊拢一定指定爱叫我讲这个。受气，要安怎幸福的受气？啊！因为遐人拢照搞受气，唔知走遐入去啊，足贪心足受气啊，所以你爱用这款去给教化啊。所以我不是一讲的报地回想的一款的机会听啊，你能记得了啊？讲啊，有人骂老左，老左说他好。有人打老左，老左住睡倒，剃脱在脸上，让他住干了。我也省力气，他也省烦恼。啊，这样波罗这种波罗蜜啊，真是妙中宝。若人
知，若若知这消息，何愁到不了？人若心不若，人贫道不贫啊！这样一段文章等啦，啊，我那去屏东看诊所，拢爱讲这话，我也很难听。啊，伊讲我讲哪有人骂我？迄报地会想安尼讲，讲哪有人骂我？伊我就讲哇，你骂了足好，骂了足好，真少人啊，人骂人哦。不，人骂咱一句，你要骂伊三句哦。人骂细细声，你要骂伊比你较大声哦。咱人小骂拢是安尼，伊大声，你要比较大声，骂到阿妈滚蛋做大条的啊！拢想要上歹听话，甲人小骂，安尼唔在冤家哦。假使讲咱来学佛的人，念阿弥陀佛的人。伊那个咱骂，哎，报得回心个咱教，讲人个个咱骂，咱来讲哇，你骂了真好，你骂了真好，啊！哎，伊那个咱拍，个咱拍时阵，即骂骂的两个小骂了，个咱拍，啊！假使讲这个人那个咱拍，啊，咱就顺利的是个办法倒来，有阵打老左，老左注水倒，啊！你那大一盖换细一换些，你都叫怕死。啊！哎，伊那个人怕咱顺利写状倒的吼，因为这两头人怕倒的就袂过个人怕呢。哈哈！啊，即摆人啊烧麦，有诶麦麦就起个，呼，吹那转个配都变落，咔，配又转个配落。你捌看，我捌看哦。啊！啊，那两个呐，唔认输，伊配个吹暖，伊嘛配个吹暖，两个面拢配个转吹暖。安尼两个拢无输赢，安尼无意思。啊，报地回先讲，哪有人甲咱配嘴呢？伊讲我拢不爱切，谁人不爱切？我那个切掉又搁配啊！啊，我伊那个配嘴呢，我拢不爱甲切，啊，不爱甲切。配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配个全面，伊就无路他配，就不爱配啊啦。啊，不爱配伊就，咱不爱去切吼，咱生难啦。你那个吃你爱出力啦，出力去吃，你嘴暖吃得掉，嘴暖黏黏呢。你无说我出一力来嘛吃袂掉呢。哎，咱慢慢去个吃暖，你就先出力。啊，你也卖吃暖，伊就讲面哦，你配个呢甜甜甜啊，伊就袂阁配啊，伊就起受气起烦恼，才给咱配。啊，你若卖去吃吼，伊看人配无落啊，伊就无烦恼啊，伊就袂阁起烦恼啊。伊讲我会省力气，他会省烦恼啊。讲有人来甲配水呢，我老了家己要打，哈、啊！我那老了该打呢，我下面出力啊，伊也无烦恼，哈、啊！伊讲这款波罗蜜，这叫做忍辱波罗蜜，啊！这忍辱波罗蜜叫做忍辱多，啊！咱那安尼时阵啊，啊！这种波罗蜜真是妙中宝，真是妙中之宝哦，啊！若知啊，若知这消息哟、哦，何愁到不了？咱大家哪晓安尼做呢？啊，有啥物要求？啊，假讲咱这个道行啊，咱这个道业未成就呢？啊，所以讲啊，这报地回向教咱这菩萨真好哦。啊，人若心不若，咱。予人看外口，看讲，哎呦，这人那懦夫的哦，又在咱欺负，啊，拢无反抗的余地。一般的人讲，这款人无路用人。其实咱爱知，这款人才是大路用的人。你有法度忍这个气去啦，这叫做大力。你那人讲一句，人拍一个，你该冤家该相拍，这款的力啊！大家拢有限，你有法度忍这口气，未受气，未甲伊冤家，这个忍的力啦，这叫做大力咯。迄口气你当下你忍袂掉，伫遮你讲，唔是算功夫哦，真正迄个境界当着，你有法度忍起来，这就是大大力的人，大雄大力大慈悲，啊。所以啊，这真是不简单哦，啊！所以讲人若心不若，
你啊心的功夫，心地功夫真好。咱心的力量是无量无边的，心包太虚、两洲、三界啊！啊，咱用心力才忍袂掉，用气力你绝对忍袂掉的。用气力你该冤家拍赢是要创啥？无路用啦！啊，人品咯、哦，啊，人品道不平咯、哦，啊，虽然出家人真善哦，啊。两袖清风哦，啊，但是呢，道不平。你有法度忍，就是功夫真好，就是道不平啊，啊。所以讲，咱念佛的人啊，我感觉大家真有智慧啊，大家真有忍辱哦，啊。真济代志啊，当着时人。会生智慧，啊，有生这力出来，啊，我捌讲互恁听，有无？啊，迄中学，迄阵啊，学生拢去台大，啊，台湾大学讲师会，伫个木栅，伫个木栅遐，啊，迄、那个菩萨啦、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出来的菩萨，有一个小妹，有一个小妹啊，住伫中学，要一帮个学我听。因这小妹嘛学佛嘛，专门在念阿弥陀佛。有一天我的江道入去跟客物件，我的江道入去跟兜解客物件哦。啊，这个老菩萨伊拢语义不通，伊就是有这款力量，伊念伊佛。即摆这个江道啊，一个刀啊，都是阿妈棍来压的，开压的哦，啊。叫伊讲锁匙压出来，哈、啊！叫伊压锁匙出来，要开金库，叫伊金库锁匙压出来。这个、老菩萨，伊都等着你念佛啦，啊！伊压咧，伊啊，面拢无绿色啊！那念佛的人就是这款定量，这款智慧。伊讲我那我这智慧，我也无咧敢搞锁匙啊！啊！你呐爱啥，你家己去搬啦，啊！啊！你唔免甲我压啦，我老岁人我也未化休啊。你若一日甲我压咧，恁减一日人摊搬。啊哈哈！啊！你若五个人，啊！你一人甲压，恁剩四个人咧搬尔。归去你唔免甲压，恁就爱啥，恁就恁去搬。该恁的就恁的，该阮的就阮的。哈哈哈！你知道菩萨你讲嘛？如果真正啊，够智慧，你啊够这忍辱的功夫，有个人啊化休，惊到要死，伊也未惊。啊！我念我的佛，啊！恁爱啥，恁家己去搬。伊啊，这个讲道听听也够道理。啊！这老伙仔人啊，伊就真正都啊无敢搞琐事啊！啊！伊爱就无甲拗，五个人就安尼搬哦。好好教伊的物件就安尼直直搬。啊！因的囝在做无，也赚足侪钱，去已经不装作琐事的。啊！啊！就那楼顶楼卡，几大物件拢甲搬落去楼卡哦。搬家好时啊，因个囝面子会晒得都转来，啊转来哩，咦，啊上到我这张数啊，然后再借物件，哈哈哈，啊，啊怎啊，将因所爱物件拢个搬去哩，因家哩一张车来，佮含因这个囝晒面子转来是怎啊，含面子当中叫晒去，啊遐物件搬去车顶，啊，也着养长了气候，也着怎啊哩？叫摕过手去啊！啊，遐两母仔囝，因囝看因老母，因老母看因囝哦。啊，因老母安慰因囝，因囝安慰因老母哦。因老母讲啊，人啊平安就好啦，爱好伊啦，迄无要紧啦，搁趁就有啊啦。伊讲妈妈，啊你有惊无？伊讲拄我甲阿咧，我也无咧惊。我讲爱你，做你该恁的就恁的，该阮的就阮的，你唔免甲我阿你甲阿咧，减一个人搬。哦，人家哎呦，妈妈，你咋这定情？哎，我念阿弥陀佛嘞啊！啊，爱到以后这世间的物件，心我记不啦，爱到好人啊！啊，囥在咱的厝嘛，就囥在咱厝搬去因家囥尔，不是同款。啊啊，啊，我都甲讲，该恁的就恁的，该阮的就阮的啊！哎呀，啊，你免烦恼啦。平安就好啦，平安就是福啦，咱搁赚满世界啦！啊，安尼，安尼，无我今日大家吹笑笑来看看咧，问乖乖咧，
啊，啊，即摆在江都，欢欢喜咧，今日唱遮济哦，哎，又个我等到这阿弥陀佛，又个个只慷慨哦，哎，过年吃晒的阿都，上高速公路啊，你讲，伊嘛是讲稳达达个咧，啊，啊，较早的人塞车真少，尤其是在这闽南。较早呐，那我做时阵有赛车就讲这乌头啊该记的啊，这汽车该记的啊，对不？啊，较早有车的人真少，尤其是赛火车真少。啊，高速公路初初啊，都要做好遐尼啊，真少人赛车。伊阿即摆高雄警察咯，迄个公路警察咯，讲哎呦，有这人个赛变住，你看哎个少年家个赛变住，哎都该炸了哇！你讲。就抓了我钱啦，就要甲看伊驾驶执照，看行车执照咧。啊，伊，你坐那车较少啊，啊，只要一抓来，警察就安尼，规下下就挖来啊。啊，有诶看头前，有看后壁，应该一个瞬间看，讲你啊，后道佫开开就看嘛。哎，我头底佫金库，诶，金库就大大个，后壁挂卡袂落啊，翘翘起来，就看内底金库咧。哎，这查啦查啦，啊，要着甲抓落来。走了就给他问了，这个问了果然中毒，啊，他说你大港头，你说中毒，啊，暗问问了，他来又给他塞到回来，警车给他压掉了，转又塞回去中毒，那些警察都给他压了，说这东西在多一天捏，你要回归本位，金库在楼顶，你要刷去楼顶，啊，这东西大声，你要放在本位。啊！即要等下要，系系咧，咧人咧二点零都有诶，佮佮他拄啊，佮人咧你袂惊，只不过说二点零所以惊咧。啊！又个嘛，我警察啦，袂啦，你做你开啦，啊，就开看喺度警察咧。咦？你话啊？啲警察话啊，遐强多多等下，啊物件拢佫再多等下，啊，遐查啦多安尼，一项一项看回归本位哦。啊！啊，即个阿婆啊，讲家己讲，该你咯，你咧该我咧就我咧。所以念阿弥陀啦，确实福报足大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咱真正的念佛哦，不可去贪嗔痴哦，这就是大慈悲啊！真灵念佛啦，啊，不计是非，就是大音乐哦！真灵念佛啦，啊，不消啊，这是呐干杂哦，啊，就是大精进。咱也要念佛的人啊，这念佛叫做。方便法门啊！咱伫只七工，安尼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安尼拼死念佛啊！啊，咱无伫只打佛七的心，平时啊，哪洗衫哪念佛，哪煮饭哪念佛，哪行路哪念佛啊，哪徛体面哪塞车哪念佛，咱只佛号啊，未间断。咱修八行法门啊，一定爱破。真济时间出来修行，啊！可比讲咱坐禅，你坐禅你个半时间出来坐啊！你咧开车，你咧做工课是要哪去坐禅呢？持咒，一切法门拢受想，持咒就爱三昧合一，身口意三昧合一啊，嘛真困难。唯有这两法门啊，极其方便，行住坐卧，咱拢会修的，啊！所以讲，咱啊念佛这法门足好诶。我不是讲，讲咱那洗衫，即摆有洗衫机啦，较早毋是爱用手暖哦。啊，咱福建人即款工作，自家毋拢爱做呀。啊，咱啊那洗衫哪只哪只，伊就个念句阿弥陀佛咯。即个衫啊，暖咧半点钟，啊，咱念咧半点钟诶佛咯。即个衫洗好，咱做一顿课哦。啊！呀，咱啊啊煮饭哦，啊，即个饭即个菜煮个熟，哪煮哪念阿弥陀佛啦。即个饭即个菜煮个好，咱又去做一顿苦。啊，咱揉涂骹哪揉哪念阿弥陀佛，即个涂骹揉个好，咱去做一顿苦。啊，所以自己个暗人拢在做苦，啊，工课嘛照做哦。啊，哪行路赶快哪念阿弥陀佛咯。我讲，咱若行路塞车、桥都歹，那念阿弥陀佛，不但讲咱这福祸未间断，无达成阿弥陀佛给咱保护掉嘞。哈，咱念佛的众生，阿弥陀佛给咱念气不暇啊！啊，咱念佛佛做到咱的心中啊，咱安尼呢，
咱就会平安无事。我不是在比喻啦。假使那一个老伙啊，啊，那惊出门，啊，那无人给伊照顾，啊，这老伙啊，也提过啊，吐咧吐咧，目睭过花啊，惊到过未住宅，伊感觉啊，真无依靠，靠伊个乖啊尔。假使那有一个孙，啊，是一个囝，一个新妇，安尼给伊牵掉咧，伊感觉真安全感，真有依靠哦，啊。啊，即摆即，或者是那社会真复杂，车辆真多，哈、啊，就是有人看，有时啊嘛真危险哦。因为边边拢是人啊，虽然是伊囝真友好啊，伊一台车要甲恁帮，伊囝嘛挡袂掉啊，对无？要咱来念佛，阿弥陀拢甲咱牵条条呢。伊阿弥陀甲咱牵的哦，伊无论什么风，伊滴就是空难嘛，会平安哦。我即卖民航公司讲咧，一个四死两百空的，假使那一个要念阿弥陀，两百外拢未死哦。啊，可能两百外拢无得念阿弥陀佛啦，迄阵啊拢敢若紧张尔啦。假使咱也要修念佛法门哦，啊，咱哪行路哪塞车，安尼哪要念阿弥陀，阿弥陀拢甲咱保护掉掉咧。亲像一个囡仔，啊，亲像咱的囝、咱的孙，甲咱家己的老伙仔牵掉咧。比安尼够靠安全感，哎，学人不是讲我去新德联社啊，吴志树甲我载哦，载甲去弄个安全岛，上北个西甲变路南个哦，啊，阮三个人拢平安无事无大件啊，迄张车我连去甲一角都无，去甲新德联社也无万一甲一分，你要天啊，毋是阿弥陀甲咱牵条条，甲咱西甲好势好势，太有可能呢，啊，所以讲啊。所以讲，咱这念佛门啊，就是只方便。所以讲，咱啊行住坐卧，一切拢听好念。安尼呢，咱就叫做大精进哦。啊，精灵念佛咯，不惑啊，梦想啊，低调哦，接待禅定啊。咱念阿弥陀佛啦，啊，咱平时无念佛。咱的心动心塞，这叫做梦想。咱念佛一个念落呢，梦想都无去啊。有个人讲，师啊，我无念无大件，一个念无五太，那心动心塞呀。啊，含呢啊，五年前我咧卖豆干，迄人欠我五块银，我都想起来。我讲你放心嘛，这款的都是啊，就是有功夫啊啦。咱平时。生活在这个梦想内底，你唔知影你有梦想。咱无念佛的人，只干嘛？你梦想，但你唔知影梦想哦。因为你生活在梦想头底，你要来知影梦想。你今仔日念佛了后啊，你心就是静落，静落你才知影。哎呦，我的梦想遮济，啊，这都是进步，你唔免惊。你继续搁改念，念就怎嘛？你的梦想到到都在你无去。所以咱真正念佛的人哦。就是最好的禅定，叫做弥陀大定啊！因为阿弥陀禅定成功，唔在成佛，所以你用这个阿弥陀符号来念啊，咱就是最好的禅定的功夫，叫做弥陀大定，叫做念佛三昧。这定我有甲大家讲过，所以讲咱真正会晓念佛的人，就叫做大禅定哦啊！真灵念佛啦，不为他去所惑，即是大智慧。啊，咱念佛的人哦，真正咱要念佛，知影这念佛的道理的人，你未晓，你绝对未讲，哎，我下早要来念念观世音菩萨，念普门品，下晡要来念地藏菩萨啊，念念佛的是呐，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啊，下暗时再来念阿弥陀经，念阿弥陀佛，直接个暗啊，习惯乱乱吵吵哦，啊。咱真正知讲念阿弥陀佛，这符号是万德方面啊，你就会死心，拼死念佛，拢袂换题目，啊，拢免换题目。干那这行难对了生死啊，你不过换什么题目呢？这款呢就叫做大智慧，不管你什么人，看到讲讲个天花乱坠，我念佛的心绝对不变，啊，绝对不变。啊，看状嘛，未比念佛更加好啊！啊，所以真正咱念佛呢，六道万行啊，就
在你的佛号头底啊，你唔免另外安装佢嘅修啊。咱往生嘅世界就主山不退转啊，啊，上面话嘛成就啊，啊，这是依六道万行来讲是安尼哦。一消业障，现在太消业障，因为这念佛就叫做万德方便，多善根多福德。啊，观无量寿经讲讲，咱念是啥阿弥陀佛，会消咱八十一劫的生死当罪，八十一劫的生死当罪都会了啊。何况讲其他的罪过，这劫啊，啊，顶摆拢捌讲互你听。对十岁生起，过一百年过一回，变十一回；过一百年过一变十二回，就是加到八万四千回。过一百年减一回，啊。我过年八十年减出来，减到十岁，一加一减，叫做一个小劫；二十个小劫叫做一个中劫；四个中劫叫做一个大劫。经常讲安尼讲，啥物叫一个大劫啦？有一块石啊，一块石，这块石呢，有四十里宽石。啊，四十里宽石哦，这石头呢，安尼嘛四十里，安尼嘛四十里，安尼嘛四十里，长宽宽拢装四十里的石啊。用脱离天的人，用上第一天的人穿的衫裤，脱离天的人穿的衫裤活动呢，三组哦。三珠真轻哦，啊，钱过来就珠哦，三珠俩。三年用个天顶穿个衫，三年都得照安尼个，安尼个扫一遍。三年去天顶三珠个衫都得照个扫一遍，扫个只照个隆重无个无去，无个变味点，安尼叫做一大件。啊，迄衫轻轻啊，安尼赢过尔，这招啊，迄招啊真定呢，要无甲这招啊，你也无遐简单呢。四十里看的这招啊，无甲完，安尼叫做一大劫。所以讲，这一大劫的时间真久，咱伫遮久做会做，咱念一声阿弥陀，而且咱话者啊，八十一劫的生死当罪，写伫啊八十一劫哦。你家己去算八十一劫看偌久，咱伫遮济以来做做啊，拢总甲咱消灭掉。无换一句话讲，佮净点八十一劫的事，福报啊，善根。所以咱靠这念佛，就是功德遮大，咱才往生极乐世界，下品下生的人啊。就是安尼念，咱就往生极乐世界哦。所以呢，念佛的功德真正讲不完啦、啊，啊！所以咱大家啊，恁今夜啊，恁这两三天听这多善根福德因缘，咱就会知。唔免另外讲，咱要安怎啊？用咱家己的力量，要来安怎做功德，都做什么功德？一定啊，爱用咱。念阿弥陀，用阿弥陀功德，才有法度啊，多善根福德因缘。所以善导大师就讲一句：，讲极乐无为涅槃界，随缘作善恐难生。故世如来宣要法，教念弥陀转又转。极乐世界啊，是无为涅槃的境界啊。咱用随缘作善，这款叫做有劳之福啊。用这款福啊，啊，用这款功德要回向去极乐世界，这啊因个果未下，因为有劳回向无劳就未下啊，啊，所以极乐无为涅槃界哦，随缘作善恐难生，果数如来宣教法，所以啊，第四个咱释迦牟尼宣这叫咱念阿弥陀这款较好的方法咯，教念阿弥陀转又转，教咱念阿弥陀啊专心又个专心哦，啊。七日七夜心无间，定时起行背戒人，
临终现状随随时现，心心拥有这金莲啊！咱哪会要安尼呢？咱虽然是这样，一直乃至七日咯，咱个临命终时啊，阿弥陀一直现状的七花现哦，去咱的莲花来跟咱面头前哦，咱欢喜被莲花定住，一念间就给咱带极乐世界哦，啊，给咱莲花化身啊！咱讲的时间已经够哦，咱应就讲到这，应讲到这啊！多谢欢迎上班阿弥陀佛啊！